I think. I think. I think. Wang Er. Wang Er. 怎么了？啊！定是做了什么噩梦了吧？太可怕了！太可怕了！这可恶的和尚！ 是至高无上的，陛下，你怎么了？哼，我最讨厌和尚。我要在3日之内把所有的和尚赶出玉华州。陛下，你不要你。哼！众百姓听着，国王有旨，不准僧人。 居住城镇，不准僧人，不乱成野，3日内赶出玉华州。快走，快走，哎！啊！哦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！ 有人叫我，啊！躲在这儿。师兄，哎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怎么这些和尚都藏在这儿啊？善哉善哉，你们为何如此慌张？你们这是？师傅们为何这般模样？几位师傅可是往西去啊？正是正是。哎呀，可去不得！ 前面乃是玉华州，国王心计下旨，要驱赶和尚，我们逃都来不及啊！啊，这，是啊，长老，你们此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啊？哎，哎，师兄，我们快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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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悟空，嗯，眼看快到灵山，嗯，怎么还有驱赶和尚之事？嗯，这。 师傅别急，待俺老孙去城里打探个明白。哎，也好。哦，哎，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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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房子。哎呀，有、哎、有、哎哎哎哎，请请请啊，请请、啊，就这。何店主，哎，有上好的房间没有？啊，住店呢？啊，团长一点的。有有，请请请。好好好。哎哎，啊，这上面都是土。哎，请请请请。哎呀，都安顿好了？好了。今天这客人还真不少、哦、啊！可别住和尚啊！哪能啊？玉华州啊，已经没和尚了。哦。哎呀，我的裤子！哎，这，我的衣服！Okay.
住下！我这……哎，还真不少啊，还不少呢！来，我带这个。拿了。师傅，快穿上吧。悟空。我可从来没穿过俗人的衣服啊。师傅，入乡随俗，我看你就将就穿吧。这。哦，怎么都关门了？奇怪。快跑啊。这儿开着门，那就进去看看。进去瞧瞧。走。就是那儿。四位可是住店的？正是。你们从哪儿来呀？老板娘，我们是北方来贩马的客人，今晚要住在这儿。请问店主，里面可有空房？有，请进啊。那就快点进吧。走。好。客官，请。请。来，请。客官。我这店原有上中下三等房啊，可如今都住满了。我楼上还有一间仓房也能住的，可就是委屈你们了。行，有个地儿住就行了。不妨事啊，只要有好吃好喝就行了啊。那么客官请随我上楼吧。请。好。客官，请啊，请进。多谢店主。你看啊，请。哎呦，这房间它真凉快啊！是凉快。店主婆。快把饭菜拿来吧！快，好的，是。我看。吃啊！师傅。吃。客官为何不吃鱼肉啊？吃呢。想是不合口味吧。来，客官请尝。